11月3号，吴尊首次在微博晒出两张爱妻林丽莹怀儿子 Max 时的大肚照，并深情地表示，有了他们，自己才是拯救了银河系。照片是林丽莹怀上二胎儿子 Max 6个月零12天拍摄的，吴尊温柔地亲吻爱妻孕肚的画面，真是超有爱。那时还是齐耳短发、齐刘海的奶奶，她在妈妈身边和弟弟来个亲密合影，一脸呆萌的模样也是可爱的不得了。肚子外面是奶奶，肚子里面是 Max， 这珍贵的照片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幸福呢。这组照片的爆出也让大家看到吴尊与妻子感情真是一直很好很恩爱呢。吴尊一直以来对老婆保护有加，从未曝光过正面，此次大方晒出孕肚简直令众网友欣喜不已，更有网友误以为尊嫂又怀孕了。芒果捞新闻，吴尊竟然私照大放送，看来离看到尊嫂真面目已经不远了。报道。